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个极限哈、哦、是等于 z 这个函数在 b 那一点的微分呢、啊，那么他要求 z 这个函数 r 还有 b 是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晓得哈、哦，这个呢是等于 limit h 呢趋近于零嘛，哦，然后这 h 哈、哦、，z 啊这是这个什么？这个是 b。加多少呢 ？b 加那个 h 啊，啊减掉呢 gb 嘛。好、啊，所以我们就看的话哈，这个 g 的话 x 的话应该多少？应该是根号呢 x 嘛。那你 x 带多少呢？带 b 加 h 的话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等于 b 加 h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哈，然后这个 gb 啊哈。gb 就等于多少呢 ？gb 就等于根号那个 b 嘛，那根号 b 是等于3嘛，也就是说 b 的话哈，上是等于9了，那、啊、这个的话是等于根号多少呢？这个哈就是 g 哈，那、啊、这个是啊，这个是9加 h 嘛，就是 b 加 h 的哈，这个就等于根号呢 b 加 h 嘛。那 b 是等于9嘛，所以是等于根号9加 h 嘛，根号9加 h 就这个了，所以 b 实际上是等于9了，哦 b 等于9，那 g x 是等于根号 x， 也就是这个东西哈、哦、是等于根号 x， 啊这个 b 的话是等于9。